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贵州卡里市，卡里经济开发区，这边的话好像有一个那个家居批发城，来进去看一下。哎呀，这怎么贴链子链住了，不让进去啊？哇，感觉到这个广场好像是长草了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长草了，没人清理吧？哇，挺大的嘛，这个广场嘛。哇，这玻璃都被人家砸掉了。哇，这玻璃一砸的话，就全部变成碎碎，你看一下，全部变成碎碎。哇，里面空的，空的。哇，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热啊，哇，30多度啊。哦，原来它这边写着建茶城，你看一下，写着建茶城。原来这个这么大的是建茶城，国际，国际建茶城，这个建茶城是不是倒闭了？你看一下，它字都要脱掉了，然后上面都是这个脱成那样子的，应该曾经开过的，经营不善吧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是不是空的？我去看一下。哇，这牌子都这么旧了，这个建茶城肯定是经营不善，是吧？破马公告，破马公告，限时办理通知，通过铺产茶厂变马方案，他是叫那个租赁户限时办理的，也就是他已经破产了。你看这边公告上写着，你看一下这个建茶城啊，就是这一大片都是建茶城，已经破产了。你看，已经破产，写着破产了，2021年5月19日。哇，原来这边是破产了的。去转一下看一下。这门都是关住了的，空的。空城啊，这个建茶城变成了一个空城了。应该是剩下3层吧。这个用木板这样子套住了，很猛的。木板在这一套，哇，非常非常的热，最起码35度吧。哇哇，这里面都是空的，这个都不知有没有开过的。这个门前不就用这样子木板钉住了吗？你看一下，是。空空荡荡的，大手紧锁，锁着大手呢。这些店面应该曾经开过了，因为里面架子都有，你看一下，都有架子那里面，也就是他曾经开过业的，现在是破产了。哇，这里都是垃圾的。经济开发区，瓦恒地产，这个是售楼部，你看一下，售楼部人气如空啊，你看一下，售楼部大手紧锁，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灰尘，
所以说收萝卜都没人了，对吧？就是，哎，危险了，是吧？哇，这个收萝卜，它那个楼盘非常的大，你看，这楼盘都要花很多钱啊，这个楼盘。做一个楼盘要花不少钱，因为楼盘是按照比例书写的。这底下是一个不知是什么工厂还是工地，也是没人，空空荡荡的。收萝卜的楼盘啊，再给你看，法院公告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2017年4月7日。铺厂清算，哇，原来是铺厂了，铺厂了的，老板亏死掉了，铺厂了。你看他这边啊，贴着以前法院的，你看打过官司的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打过官司的，你看审判员、审判长，但是都就是已经是撕掉了，是吧？他打过官司的，哇。有可能是业主跟他们打官司吧，大门紧锁啊，地上也开始长草了，这样守着两把锁，这些里面都曾经开过店的，一个人都没有啊，咋这么恐怖呢？这里面全部都是垃圾满地，铺厂了就人去楼空嘛，对吧？真不吓人啊，这里。这真的是吓人了，那里面全部都是灰尘，你看一下。哇，然后在旁边的那一排的话，全部都是烂尾楼。这前面还有一个人啊。哇，杂草丛生啊，这边。哇，你看就这一片的哇，烂尾楼，你看，应该是跟这个建材城是同一家的吧？杂草丛生啊，好恐怖哦，看上去的。看能不能进去看一下。我发现在这个烂尾楼这里面的话很凉快，刚才在那边的话很热，就那边啊，这边的话很凉快，真是奇怪了，是不是因为烂尾楼里面比较阴森呢？空的，哎，到楼上去看一下，这边有个楼梯可以上去。找到楼上去探险一下。哇，这个楼上是有人住的，你看一下。
这楼上有流浪汉住在这边，你看一下鞋子啊、衣服啊、背包啊。不能给他动，是吧？还有一些面包啊。你看一下，有人住在这边的，他的东西都放在那边，有衣服啊，有那个包包啊，还有水啊，还有那一瓶那个六神那个粉蚊子的，棉被啊。可能现在他出气了嘛，是吧？有可能是捡破烂的收废品的。像当初的话，我也流落到这种地步的话，也是住在这些，废弃的房子里面，所以说不能动人家的东西，是。来转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烂尾楼上下两层，他建材厂的，他。建材城都倒闭了，他这边的房子肯定也就烂尾楼了嘛，是吧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。杂草丛生啊。